你有没有买远东的无？玉米是远东的。远东航运啊？不，远东集团。远东。远东国际仓储的远东哦。嘿啊，远东国际仓储蛮野。恁厝因敢有咧拜拜？有啊。敢有咧传恁个轮饼？有啊，但是袂买济啦。啊，拜拜一定爱遐无法度。清明节应该是有吧。清明节拢爱啊，拢爱清明节就是拜轮饼。啊，逐年拢爱啊，拜祖先啊。啊，想讲迄轮饼是毋是足轮的饼？足轮饼。无啊，伊迄个用迄个迄面浆落，啊，用起来足薄的，还比蛋饼皮搁较薄。啊，内底搞迄个土豆粉。土豆粉啊，有诶搁会包，有诶无包。包豆干啊，包蛋啊，包各类菜啊，包豆菜啊，包米粉啊，包面啦、啊，啥物小的有啊，还有包烟肠啊。诶、欸，你即摆若去菜市啊，内底咧足侪人咧卖啊。哎，食一够了吧？嘿啊！伊饱足，伊个饱足量足够的。伊种的足侪，这拢唔惊，这拢按船头当啊煎落过，啊煎哪样弄着拢唔知。弄着水类啊！这弄着水饼伊啊，水甜伊啊。我从足久唔捌伫遮看到迄个病，够久。伊优雅伫遐。伊安尼咧晒伤足慢哩，够慢。慢啊！遮去到韩国要3000吧，还是4000？伊写11号就到啊。11号哦。11号拄好后礼拜，差不多3天。11号呢？今五号呢？那五号四天呢？不是四天，6/51啊！阿木，这家阿木的店面开得好。天天起拢安尼啊，我讲着怪怪啊。第一次拍到那个阿穆尔河，因为他们的船有跑到巴布亚纽几内亚，对，有啊，有一艘有啊，像那个厄必河，那个欧比啊，欧比 river， 欧比 river 它翻译成厄必河啦，这种诶，这有走到巴布亚，有啊，我叫是拢到俄罗斯呢，有诶，有走俄罗斯啊，有诶走巴布亚。他、啊、没有像有一些船从泽布吕赫过来。哦，你讲像那科林比逊，那按泽布吕赫遐驶过来，有时驶要半日。安尼你讲三只对啦，第一瓶应该搁一只，啊那个三瓶搁一只，像他那个 LNG 如果首航的话，他一定会拍到五艘，啊全部 AS 都有几，我这都无啊，啊伊那几个岛都无啊。
伊啊，迄个伊三零。伊三零的飞来遮足少的啊，吼！伊三零拢飞屏东啊，我还没看伊三零飞来遮。他们飞去那个嘉义或者是台南啊。伊三零伫中央遐上低啊，啊中央遐拢直升机啊，哪是啊？快的。你忙啊没？我这样弄喂。用用那讲那里，我错你。阿努尔河，它的成都方好像是那个，好像是。好像是道达尔，然后 也好像是壳牌，有砍的不同牌子。还一架长船哪会来啊 ？Evolution。哎呀，啊那个研究又是伫顶管吗？伊迄、那个前几天啊，看资讯啦，伊讲伊伫香港啊，伊嘛伫盐田。现在到盐田啊，盐田后是淡高雄，半暝啊入来，假的啊，半暝啊入来啊，真的半暝啊，头前一只像迄苏菲啦 ，CSL 苏菲，苏菲，到印度的 CIX2 啦。人嘛来一只恒辉六号，一只走 WSF 的，一只上海的呢，五万栋的，卖细只的。细只啦，你敢无看过美洲线这长途叫这细只在走？无，你讲的细只是因为你是刚来看细只，我是大老婆看了，靠，要这只是什么船？那大船啊？恒辉六号啊，细只。我想讲是华航，迄华航不是九千吨的那大只啊？快就是你那五万吨的拢细只啊，细较只啊，无看。无准啊，太久了，那么久。那不见。你刚才啊，伊一下煤炭船，伊底下回船。石头啊，石头安尼出。啊，伊安尼要出港了，足紧的。又出来晒了，兄弟。他们有设计一个快速接缆的那种波区啊，啊，它的那个它的缆绳是从船身开始放，船头没有啊。你若无绑船头，是较危险。正常咧放是爱船头船尾安尼两边，你若个无船头无放，伊船头可能会飘出去。这应该九点外吧？八点三十六分。安尼就是提早九点。安尼算早，算早。我计是伊个坐对向达啦，安尼过去个嘛是无一半来去卖。这个是蒸汽涡轮的声，那就轰轰轰的声，一轰轰的声，听不到。但这个边这个前方好像。
小可嗡嗡叫一声，蒸汽涡轮声。